欢迎董事长归来 ，Welcome back。欢迎董事长。刁蛮任性的小公主薛家宝，因为父母突然离世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国，接受家族产业。初来乍到的她，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不安。而此时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在她心中酝酿。董事长，请。董事长您好，我是宋亮亮，严总安排的新助理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窗帘是一层欧根纱，一层蓝丝绒，按照您邮件里写明的色标买的。家具的颜色和尺寸是按照您提供的图片复原而成。墙纸和地毯都是定做的，花纹由您指定的两个设计师共同把关。三种报纸：华尔街日报、华盛顿邮报、泰晤士报；两种杂志：时代周刊、国家地理，已经按照这个顺序放在您桌上了。您喜欢的大吉岭红茶，按照英式做法焖煮了6分钟，茶水搁在一个保温底座上，始终保持75度。董事长，请入茶。忙你的去吧。你到这里多久了？3个月，为您专门聘的。你是元芳派来的，自然成不了我的人。可是，看你办事明白利落，又不想放走。董事长，您放心，工作上我都是就事论事，不管其他。通讯部有个技术人员叫江敏良，他现在在哪儿？7楼，在7楼办公。哦，叫他过来。好。董事长，江敏良先生到了。你好，董事长。请坐吧。没认出来我是谁。董事长。我叫什么？薛家宝女士，门口写着呢。薛家宝又是谁？不是你吗？江敏良，你的记性被狗吃了呀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18年前，你想起来了？我能忘记吗？18年前咱们上小学，那个时候期末考试我偷看你的试卷，你叮咣一顿给我挨扁，最后在我当咚踢了一脚，我化成灰我都认识你，还是我卖关子。喂，没想到真是你，不动。有任何情况先告诉我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你找我。你现在是薛家宝的助理吗？
他平常的一言一动，还有其他信息的细节，我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是，肖敏良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想问什么？随便问。我看了你的人事档案，说你现在还没有结婚，那是真的吗？那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以前有，不过现在……哎，行了，米良，我问的就是你现在。跟你说了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还问？既然现在我们都是孑然一身，不如我们俩结婚。婚，结婚，我和你。董事长，